看这坑是不是平了？对不对？水面跟路面一样高。2023年啊，9月15日，山体滑坡，加埋嗰个佢老母浸水。车停在这，你看，我头一次来深圳这么多年，见过这样子的场面。你说我是跑到这来，你看。那么79块钱，在深圳东门老街，我背后看一下，79块钱，他们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？能买到些什么东西？这么大的雨，也淋灭不了大家买正宗水货的热情。10块钱两件，再送一件。10块钱两件，再送一件，相当于是3块3嘛，3/3=1件。50两件啊，便宜吗？一件30，两件50。欢迎大家。